缓霜。哦，欢用舒缓霜，这也是家里必备。它里面超厉害，它那个高浓度的维生素的那个 B5，它是帮你去把你肌肤的那个问题，各种问题，像我儿子是会异位性皮肤炎，然后会痒，会一直想要抓，然后他去学校可能流汗，他就会一直抓，对，那他这个万用舒缓霜就是小孩子也是可以用的哦，因为他是用到天然的维生素的那个 B5 去帮你做 B5 啊，对 B5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， B5 就是修复，其实它就是修复，对，然后抗敏，对，然后让你皮肤变健康，你基本的那个皮肤的保湿力就会提升。因为宝宝舒缓霜刚刚有提到它是 B5 可以拿来干嘛，它可以修护滋润， B5 很厉害，它非常的厉害，它就像是给你的皮肤吃维他命的感觉，而且呢它说是万用舒缓霜，它也是宝宝霜，而且它很好吸收，像我刚刚擦在我的手上有没有，其实它很快就吸收了，它的霜既然是宝宝可以用，而且它是去镇静你被闷住的那个肌肤起疹子，其实就是它已经过敏了嘛，它是可以把你的过敏的状态引起的那个发痒就是压下来，对，然后它可以去滋润跟镇静你的肌肤，所以其实它非常好用，它是大人小孩的湿疹也有效，B5 真的很厉害，对对，所以家里有小朋友或者是老人家的话，这一款大推给你，必须用。简单单纯，然后就是自然的成分越好，然后你会发现古堡好多的商品其实都是天然的成分很多，自然的成分很多，然后呢不参与动物实验，也不使用动物实验，对对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用到这么天然，对对对，然后这么有效的东西。